18岁生日快乐！十七，哎呦，不好意思，说大了，你记错了，明年16，你知道吗？哎呦，这是往回过，越说越想。好的，好的，非常开心，因为长庆今天做客动感101，然后会跟大家在这个云端线上沟通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对，因为在生日当天的话，其实也是给粉丝朋友一个福利啊。嗯，出了一首歌，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我觉得，是除了送给他们的一个福利以外，也是算送给我一个。25岁结束的一个自己，哎，刚不是17岁，哎，怎么了？就是8年之后的事儿，是不是？露馅了，露馅。所以这首歌其实是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嗯，更多其实我是觉得算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回顾吧。哦，是回顾。因为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是有画面的，就很像星际穿越，你知道吗？就是跟过去的自己在打招呼。哎，你很喜欢看这种哦？对，我也喜欢看星际穿越。哦，所以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这里吗？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特别喜欢这种比较科幻的，还是比较那种主题的这种电影还是电视剧的。所以呢，那时候也是因为在家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想那怎么样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东西，然后突然就灵感就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哎，不然我们就做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材吧，就感觉就是回到过去，然后就是跟那个曾经的自己，然后又或者是未来的自己，隔空对话。可是你这首歌其实你如果单说音乐的部分啊，它其实未来感倒不是特别多，不是，它是整个氛围主要就是不是以一个音乐的元素去设计，说哦，我一定要科技还是未来感比较多。我倒是会想到就是这样子一个模式，然后去表达一下我想表达的一些事情。对对对对，其实因为我有看到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唐田老师和钱雷老师，之前也是跟你有合作过昨日清空，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两首歌其实在风格上啊都还蛮适合校园来听的，就是比如说刚刚离开校园或者马上要离开校园的时候那种状态。是，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缘分再续前缘呢？再续前缘就是缘分到了，缘分到了啊、哦，没有了。缘分吃饭，哎，钱雷老师你也在写首歌吧？还是路上遇到了之类的？这首歌其实是原本钱雷老师没有要打算给我的那的歌里面。那他打算给谁？他那时候没有打算给我这首歌，然后可是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可能也遇到一个不知道要给我什么歌，我说。哥，你就是把所有你电脑里面的 demo 丢给我啊！真的，我说几首，好多首。然后我说你丢给我，我自己选吧。然后就是这首歌，就是他在他的范围内，然后我就突然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那种一见钟情。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我就是想表达的东西。因为其实这个题材是在我们开始做专辑之前就已经设定好会往这个方向去走了。可是歌就是一直还没收到，可是当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我觉得哦，就是他了。是的，是的。所以你真的是有听很多很多的 demo 吗？是听了几天几夜吗？那没有，就每时常都会在听，包括最近都会在听。因为其实这张Azolla Land 它其实还没有完全发完，对不对？目前是发到第6首作品了，对对对，是的。所以就想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10月底，所以所以很快就可以盼得到了。十月底啊，对，马上都要跟大家见面。然后现在已经到收尾部分，然后马上就在我们就平最近都在策划，就是怎么样去跟大家见面这些模式。哦，所以集合出来以后会有一个比较形式感的方式，正式的跟大家介绍，这是有长进的首张个人专辑，对不对？对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也蛮好，就让大家一首一首然后给他一首一首不停的循环，对啊，然后到会唱之后，哎，我再一首新的给你，逼你听，就逼你听会唱，我再给你听新的。这个啊，一般叫按头安利。对，因为毕竟就是这张专辑第一首应该是在2019年5月份，对，你可惜5月15号，5月15号啊，一年多了，然后一年多了，连续剧大家看的也是津津有味。我觉得其实长进也是慢性子啊，就是你没有很着急说我的专辑要一枪头，就上海话说一枪头就要马上给大家全部听到。我的性格确实会比较慢悠悠的，私底下性格就是比较慢一点，然后包括这次其实我中间也有犹豫过，其实摇摆不定，我在想说
那要不要真的就是赶紧妥协一下，然后很多东西赶紧就是有词就录了。嗯，然后过后我就想一下，我都坚持那么久了，然后都拖了那么久了，那还不如就是最终是自己最满意的状态，是，不然发完的话都会有遗憾。对呀、啊，其实第一次首张真的是很重要的。那你来说一下，就在这张专辑里面，你纠结了最久的、拖了最久的一首应该是哪一首？这首歌拖了蛮都挺久的，然后我就说这首歌吧。这首歌其实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是在1月11号我一个音乐会的时候。大家有听过第一个版本，那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哦，跟这个不同，这完全不同。那个可能就是偏向于更比较清新一点，吉他的感觉是，然后词上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版本和那个版本比的话，你还是喜欢现在这个版本？肯定是改到自己比较喜欢的。好的，结果回头听听看，其实那个也不错。哎，时常会这样。我觉得这可能因为那时候那个版本叫做07324，就是我曾经的学号，是就用了07324。你们年级有7000多个人，也不是，没有，是07年入的学啊，07年入学、是。什么时候？幼儿园的学号吗？不是不是，你看很符合这个18岁、17岁的人设啊。没有，那时候是刚好就是，哎，刚好几岁？哎，几岁？我现在都被你问懵了。几年级？几年级？很容易自己把自己戳穿。初中的哦。然后就。在7年中，我们那时候是初中跟高中是一起念嘛，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也经历了好多事情，也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开始做专辑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最可以代表我的、这25年来最可以深刻的东西嘛？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想了讨论好久，然后最终决定用07324。然后一开始的歌曲的版本就是以07324。发想，然后可是过后会想说，我不能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我想把这首歌做得更范围更广一点，然后所以才会有后来就是这首歌是你想成为大人嘛，是对着我自己唱，然后曾经的自己，可能也是唱给未来的自己，然后也是唱给每个人对曾经的自己的那种呼应，是，所以在初中时期的你，就是你想要唱的那个过去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初中想成为什么，就是去年的事情。没要回想这么久啊？没有没有，就是来说说看。回想那么久，就可能是20年前。你自己说的。对，所以你现在成为了你当年想成为的这个大人的样子吗？我觉得不是、欸，哦，不是，不是，我活成了就是比自己想象中更好的那个。哎呦，哎呦，因为我可能也不是那种会定个多远大梦想的人。可是我一直以来就会觉得，我之前只是单纯想说我以后可以唱歌的话就好开心，哦，然后哎，真的当了歌手，也没有想到就是哎一步一步，然后就慢慢走到现在。对，因为他歌词里有唱，就是说要成为发光的大人，他现在就是在一个发光的状态。对啊，每天都是光芒万丈。但是我想说，他是海绵宝宝吗？每天都要光芒万丈。但是我想说，就是你知道，就是每个人小的时候，老师一定会说我们要写作文，这个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对。所以想问问蒋静，你小的时候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你记得吗？你当时写的主要内容，我好像有写过一个主题，然后因为其实因为我们那里的那个环境是稍微会可能会比较保守一点，然后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跟中国比起来，就是平台可能没那么的多，所以像以前好像小学的时候好像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教师、医生，然后警察这一类的，我好像以前有写过，就是警察这一类的。哦，想当警察。可是内心一直会想要，就以前就很小的时候就很想要做歌手、歌星。然后可是呢，就不害羞于表达这件事情。那可以做一个会唱歌的警察啊。对啊，那也可以、啊。就在年会上面很好的表演。是的，确实啊，因为现在的话，蒋静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且就像他自己说的，比他自己之前想的还要更棒。对啊，以前是抓一束荧光萤火就当太阳，结果现在就是小太阳，它就是太阳本阳啊。对不对？好的，我要告诉各位啊，如果你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其实各个弹幕平台都可以
给我们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然后你有什么问题想问蒋劲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哎，对，既然今天蒋劲来动感101做客了嘛，你知道动感101啊是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啊，背得很熟，所以就是你要体验一下当 DJ 蒋劲哦。好，对，好不好？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有特别的来问有蒋劲要一个歌单，哦，他日常会比较喜欢听的歌曲，所以我们今天在直播当中也特别选取了有蒋劲歌单当中的其中几首。没错，所以接下来首先要请有蒋劲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这是你自己 pick 的啊，艾怡良的歌叫 Forever Young 啊，嗯，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我听了蛮久了，可是是最近好像比较在一个平台上，然后就是大家比较多人去听，然后可能去翻唱这首歌，要回热了，嗯，啊，对，你有关注别人比赛我发现，嗯，因为我平时私底下就蛮多什么东西都会看，哦，然后我是一个八 G 冲浪的人，八 G 冲浪我特别快，哦，感觉，因为其实他上周刚播，对，嗯，对对，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首歌呢，是因为他这首歌的题材，其实你仔细听的话，其实他是可能是20年后的自己，然后回想这20年前，的一些事情，然后回顾了一下，然后的一些总结，还有一些感想，好像发现其实我好像也还没长大的感觉，又好像又还是永远年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相跟我这一次要表达，其实有蛮多地方，很气魄，对，因为其实我们也无法说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你就真正的长大了，就成为了你想要成为的大人，因为都没定性，对吧？是的，就是，以及我觉得应该永远没有长，因为我刚刚就是也问了采访了一个问题，就他们问我，你觉得长大的定义在哪里，其实我觉得长大好像完全没有一个标准，就是你永远看你曾经的自己，你都觉得那时候像一个孩子，对，就拿打比方，我可能50岁了，我看49岁，我也觉得49岁的自己是孩子，对，是宝宝，而且其实不管在哪个年纪的话，只要你心里有一个小孩，你都可以保持一个童心的状态，哦，这就是汪凯50多岁跟我们20多岁小朋友混在一起的原因。好，啊，你管20多岁叫小朋友啊？乱讲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播有蒋劲 DJ 特别 pick 的这首 Forever Young 了。是的，那当然呢，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啊，蒋劲自己也会带来现场的 live， 所以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期待一下啦。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高亢低落，高亢低落，有个沙漏在心中荡漾。或许时间让皱纹蔓延了，对在意的事手也握紧了。无言的过，结果可我可有，不是命运，这是我最深爱的时间。
数秒上过场，我一刀一剑折成了永恒。我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好我的模样，是你的模样。哦，时间啊，来吧，我也曾让你受过伤。蔡依亮的作品啊，叫 Forever Young， 是也是我们有长进的推荐哦、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当然我们也刚在放歌的时候知道了一个消息，其实今天也是有长进的生日。是的，今天是农历生日，农历的八月十四号，八月十四生日快乐。对、yeah、因为明天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了耶。对的对的，所以、哦、在马来西亚的话也会过中秋的嘛，对不对？嗯，但今年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跟家人团聚在一起了。但是会有很多歌迷朋友陪你一起过 啊， 是啊，对，那会 FaceTime 一下吗？就是跟会打电话，就是隔空吃月饼之类的。也不会吃月饼，最近没有办法吃。哦，怎么了？怎么了？就是在减肥、减脂。哦、嗯，你可以早餐吃啊，还有一些素月饼，其实也不太脏的。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听着越来越像。早餐吃月饼会不会很齁啊？哎，不会啊，我们很多因为我没有吃过早餐吃月饼，我们很多都是早餐吃月饼。而且你知道上海有鲜肉月饼，如果你吃行了，他也不能吃。嗯，但真的很好吃。对，可是我硬是热的，吃不惯鲜肉月饼。那你喜欢什么口味的？曾经能吃的是莲蓉啊，莲蓉蛋黄、双黄啊、一定要双蛋黄、双黄、莲蓉双黄、哦，你们俩真的太合了。昨天他在办公室里面打开了一个莲蓉双黄的。对，因为我如果除了流心月饼，就莲蓉双黄真的是最爱。啊，但是确实是热量炸弹，我不得不说。偶尔吃一下啦，没关系。好了，那当然呢，今天长进做客动感101的话，也是会带来了新专辑当中的一些曲目。最近发表了这首歌叫《对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对对，所以今天来动感101也会有一个特别的小档案要跟大家呈现一下。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okay. 我们刚刚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呢，长进已经填好了一个大人档案。对，就是他手写的字。当然为了大家看更太潦草的话就不是我写，可能很仓促很仓促。确实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有长进的大人档案。 是的，其实长进写的还是很认真的啊。对，当中其实有一些问题真的很想问问长进。嗯，因为我们有一题就是知道长大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小烦恼啊什么的。对，所以第一题就是长大之后的烦恼是什么呢？长大之后的烦恼就是你写的是就是这个问题啊。对，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少一根筋的人啊，然后我可能就是你现在让我回想这种我好像最近有什么烦恼啊，倒是我就是说不上来我最近有什么烦恼，可是肯定烦恼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事情了。 对，那你比较因为什么样的事情烦恼呢？就烦到最近一件让你烦的事儿。最近一件烦的事就是
有时候起太早。啊，起太早是多早？对你来说几点算早？没有，因为我习惯性就是有一个时间模式。打个比方，我自己平时在家我会给自己写。自己内心写一个时间表、就几点要几点几点要几点、可是如果临时会有事情的话还怎么样我就会比较哎呀好难受、就是打破了你这个自己的规划、对是那如果不给你设置这个规定的话呢、你最想睡到几点起床啊、没有睡到几点、我一般大概十一点多我就醒了哦最迟对哦那你还好哎没有很晚啊对、可是有时候突然七点要起床八点就你一般几点睡啊一般两点左右吧、最平均值是两点那睡满九个小时也还可以确实也是婴儿的睡眠对啊宝宝还在长身体所以是需要的两点睡的话可能就两点开始然后开始会看 iPad 就是躺在床上的时间他是算睡的那个时间点这算吗、我两点开始要睡了那我好我开始看 iPad 哦就两点上床这个动作是对对对、所以你会刷刷某音什么之类的吗什么都会看什么都看看YouTube 上有些什么好笑的、应该最近不要不会看有什么好笑、会看一些演唱会的纪录片蛮多的还有很多人在说你要赶快去川渝地区开演唱会江西的朋友什么他们都在看直播你知道吗是的四川的呀重庆的呀江西还有广东的朋友也有我刚刚有看到对是然后说了宝宝们别熬夜啊、秃头警告注意了是的但是我看你有长进发量还是很惊人啊对啊还是可以、只是比较软对，就是发量还是 OK 的所以他并没有在担心这一切你知道吗还是要啦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他们问我就以后最怕担心什么、其实我觉得我还蛮怕自己秃头的真的、那最近这几年发际线有后移的征兆吗完全没有后移的征兆注意你还是一个小朋友啊就是后移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不会没有发生可是确实因为我会自己在吃上面就不会吃那么味精那么重的东西哦，容易掉头发的。因为他们说这样会掉头发。是的啊，有长进的护发秘籍，少吃味精。这个是好事，因为确实食材本身的一个味道的话就可以了，对不对？是好的，也没有那么极端，盐还是可以放。你说的好像什么都别放了。Original， 再来看看。对，那我看到你认为的这个长大的标志是有担当，长大的快乐是保护别人。所以你最近有想保护的人吗？我觉得可能就是不管是狗啊还是身边的人啊还是家人、其实也算是一种保护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那时候问我说哎，那你觉得长大后的烦恼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好像从小到大其实这世界上的烦恼好像一直都会在存在的、只是小时候就是身边会有很多人保护我们、就是可能是父母保护我们、可能身边的那种人保护我们、然后到了长大的时候就慢慢自己越来越独立还是长就是要去面对这些烦恼的时候才会觉得那个烦恼哎，怎么长大有烦恼其实烦恼一直都在、对、是那如果你身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被欺负了你会怎么办像怎样被欺负啊就你的好朋友被欺负了然后他跟你哭诉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办就被一个非常明确有对象的人就是非常明确的就被人欺负了应该怎么办我忍不了这些事情哦，那你会怎么做我跟你说如果我就是有时候失控的时候我真的会打电话报警不会不会就我真的会帮他去出头对一定要出头出头怎么可以做这种坏事是要讲道理讲清楚那种对吧是的就是无限一定要挺朋友可是暴力不行暴力不行对暴力 对我们就以德服人好了对讲道理讲三天跟他必须给我听着逼他听实在不行你来听我的歌好不好你就治愈了你没有那么多力气就反问他你没有资格听我的歌对反问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一定不是对不对你好家好好回家想一想你小的时候想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你现在做到了吗好的所以其实保护家人对长进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长大的标志我觉得是对这两年有让爸爸妈妈觉得哎
儿子确实长大了，会有这种时刻吗？他们会跟你分享吗？好像没有跟我分享过这一点。可是每次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好像永远都会把我当小孩。那爸爸妈妈一定的呀，啊，而且特别是像你现在又不在他们身边，肯定会更关注。只是我外公外婆还把我妈当小孩呢。对啊，肯定的，就一定的，就是热不热，冷不冷，知冷知热，肯定会关注一下。那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就在某一刻，你觉得，哎，我这样算不算长大？我觉得好像每个人的长大都会伴随着一些难受吧。我觉得好像每次我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必须要去面对它，然后可能心情会比较受影响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一刻我感觉说，哎，我这一刻好像又长大了一点。然后我觉得每个人的，我觉得应该没有人真正意义上想希望自己长大，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身边需要保护的人，然后逼着自己长大，这是主动的嘛。另外一种就是环境的造就，然后被动的长大，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是的。那最后一个问题，你想长大吗？你在那个档案里面没有回答，这其实是一个是非题。那你觉得我长大了吗？我跟你说啊，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不开心的事情长大。是，然后实时跟你反馈一下，因为其实很多的粉丝都还说，哎，我们长进还小啊，在我们看来呢，他就是个宝宝，啊，那是，那么多外公外婆粉啊，没有没有。开玩笑，爸爸妈妈粉啊。好的，那这是有长进的大人档案，各位应该已经该截图的截图，该看到的看到了，是的，对不对？截图好看一点的表情。没有没有，他们截的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截我是吧？啊，当然，当然我跟你说，表情包现在已经很多在微博上艾特你了，应该已经录屏了吧？其实截图是的，因为之前的时候，长进也有说到，有给大家在之前的时候带来了一个特别的版本，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这个 live， 那今天做客动感101，当然也会有现场的一个 live 的版本，是的，对不对？然后也要问问长进，今天您的心意是唱哪一个版本呢？我今天会，我在整理那个分轨的时候，我还稍微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把很多里面比较可能比较满一点的东西抽掉，然后只留了一些比较原始纯粹一点的那个音乐，然后我还想说，就可能今天比较适合走一个温馨一点的温馨路线，因为快过节了，很多人都是因为正在回家的途中哦，对不对？让大家感受一下。好，那今天是唱的是吉他那个版本吗？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长进，他会带来一个钢琴的版本的演奏，钢琴版本 ，OK， 好不好？好，好的 ，OK 喽，准备就绪喽。好，来啦，我们来感受一下，在这里唱还是在那里都行。你看好了，随您的心意啊，真的是比较 free 的是吗？当然， free 非常 free， 随意，你可以躺在桌子上也没问题，趴着吗？要顺便上厕所。OK， 好，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始了，有请有长进。黑暗中做梦，你啄一枚萤火，说想做太阳，在人海光着脚追风，在角落温柔舔舐伤口，你决定了前来遇见我。会唱吗？那个你啊，要做回长大，你喜欢我吗？努力未曾让你失望吧，多远多疯多痛都值得，对吗？
也太好听了吧，像我完全都醉了你知道吗？是你醉播不可以乱讲就是确实我觉得这首歌是会让大家听完了之后有一些沉思的，就是在想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历、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歌曲想要表达的，就是给大家一种共情的能力。是的，嗯，就如果说让你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你会想去改变一些事情吗？对，因为你有在跟那个你对话、嗯、我觉得我不会耶，因为、嗯因为这也是我这首歌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了一些、嗯、也是这25年来然后感受到了一些嗯感悟吧、嗯、然后也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每一段时间的成长肯定伴随着一些必须要做的决定，是还有一些去承担的一些事情。嗯，然后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哎会突然时间拉到那个时候会觉得哎其实一路走来其实还发生蛮多事情的。嗯，是。可是呢你要说我会做什么改变吗？我不会，我反而很想感谢曾经那个敢于做那个决定的自己。哦，就是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所以你一步一步慢慢来就好了。是的，就是人生、哦、后悔的事情一定有，但是既然它发生了、嗯、就让它去，然后过好接下来的生活可能会比较重要。是、嗯嗯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在动感101有掌心的 live show 啊，还会继续跟你来关注一下你自己。你也说了嘛，有的时候可能晚上2点钟上床之后也不会立刻睡觉，嗯，看看视频网站啊，你会自己在网络上去搜一下在社交媒体当中大家在搜有掌心些什么吗？大家在搜有掌心哦、嗯、我一般不太会搜自己，如果搜自己的话一般就是发歌了、哦、发歌当天歌，然后就感觉好听吗？怎么样？好听吗？对对，乱讲、哦、明明很好听。没有确实很好听了。然后、嗯、他们我喜欢，我在打个比方这首歌出来过后、嗯、我希望他们跟我在下面分享那些故事。对，所以你会看对不对？会看。你会每一个音乐平台去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会。那你会评论吗？不会，然后就看到就完事儿了。那你会在别人的歌曲下面有那种特别想留言的冲动吗？也没有，也没有，他就是默默消化。如果喜欢的话，我就会转发，就是朋友圈 朋友圈转发一下。那那种深夜转发歌曲这种事情，你平时干的多吗？还好，一个月里面可能就两次到三次，有额度。那这个月转发，哎，这个月转发了谁的？就除了艺人宣传之外，会不会是今天是更多是自己的啊？自己的、哦，因为刚好在打歌期间，对，一定先听我的歌按管理。而且很夸张，我就是分享了好多遍，哦、就是逼着大家听，早中晚都分享。那你分享完了之后会立刻看一下有没有赞，有没有什么，就时刻没事刷一下。下面有一个评论，我下面有一个第二次发的时候我说，哎，昨天晚上发的时候。赞太少了，我怕你们没有听到这首歌会后悔，然后我再发了一次哦，不要拉黑我就不停的安利大家对不对？没有，他们顶多是觉得哎，朋友圈延迟了怎么又来了一遍好的、嗯、那当然呢，刚刚也说了今天是DJ 有掌心，嗯，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本来以为你要分享到你的朋友圈里面，既然没有的话在动感101第一次分享一下吧，好不好？这首歌是田馥甄新发的歌，叫讽刺的情书、啊、是我很喜欢。哎，9月25号刚发的专辑，你已经把它放在你的歌单里面了，因为这首歌提前有发嘛，就专辑之前其实就已经跟大家见面曝光了。对，你怎么喜欢它了？嗯，怎么喜欢？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哦，就因为一直都会在听田馥甄老师的歌曲。哎呦，像之前也翻唱了那一首《寂寞寂寞就好》。对嗯，所以然后这一次呢，也是可能刚好朋友圈还蛮多人在听的嘛，然后我就听了一下，哦、然后刚好就是，哎，我觉得哎还蛮好听的。嗯，所以就符合你自己的一些心水的喜好。哦、刚刚听到这首歌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来自田馥甄的歌《讽刺的情书》。再稍待一会儿继续跟刚刚歌的时候啊。就长进他其实自己也一直在唱这首，你知道吗？所以你去 KTV 当中，问问你，你会去唱其他歌手的歌吗？会。好、哦、都有谁？我很喜欢林宥嘉老师。哦，我没有。你要现场来一下吗？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样，非常的 free， 爱唱谁的歌就唱谁的歌。
没有版权没有问题啊，那算了，我们还是来玩游戏好了好不好？是的，我们今天开心为主啊。因为其实刚刚也问了有长进一个问题啊，就会不会去自己搜索一下 SNS 上的各种留言 SNS、嗯、然后他自己其实也说到可能也不太会微博、啊、除了在打歌的时候。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特别整理了一个这个有长进的高频词条，是的，就是搜索有长进可能会弹出来的一些词汇啊。有长进帅，那是必然的，但是也没什么好问的。有长进会唱歌，是是，这你要问什么、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词条是什么。好，来撕一下，长进自己来揭开好了。对，一二三，有长进表情包、哦哦、对，其实有长进表情包真的还算是蛮富裕的啊、哦就是、很丰富，蛮盛产表情包的一个歌手。你自己会在那个你微信里面去用各种自己的表情包吗？完全不会。那别人用你的表情包发给你，你什么反应？也没有反应，可能已经习惯了、啊、都习惯了。可是一开始确实会比较有点哪来的对对而且特别是在网上看到他们可能在节目里面截的啊那些、uh-huh、然后就在二次加工，是蛮有趣的啦。对，所以你每次看完了之后说哎，我要收藏一下这样。还是我不会收藏，然后可是就是可一直、哦、因为一直都会看到他们在用，而且也没办法拦也拦哇，他主要关注的是这个。那你有没有就是自己看到觉得还蛮好玩的一个表情包上面的配字你还记得吗？我最近我时常用的是一个不知道哪个表情、嗯、就是不知道是谁的脸做出来的、嗯、然后就是那种无语的表情。无语哦，是吗？OK、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题。第二个词条，你要撕开吗？我们来看看，有长进应应援色。嗯嗯，所以你的应援色是有特别的讲究吗？我的应援色是 CEO 色。我的普通话现在怎么变成 CEO？ 我说什么 CEO？ 就是要大家补充维生素 CEO 啊。CEO CEO 色 CEO 色 CEO 色。刚好我的粉丝他们就叫 CEO。嗯，哎，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非工作场合看到你，那时候你就在吃 CEO 啊。真的是就是减肥期间吸油也是很好的选择，因为真的还蛮营养的。突然聊起养生，补充 VC 啊，对半夜的时候在吃吸油。对啊，因为长进就皮肤也很白嘛、嗯、你知道可能就是因为大半夜吃西瓜有点不太好。要说吸油的话甜度也没有很高，然后又是一个减肥圣品又很好吃。我天，今天最后变成一个养生趴。哎，所以我们现在有什么链接可以上吗？就是吸油的。好，就是吸油色大家知道了。那下一题我们来看看有长进后面是什么什么呢。哎，来了，三二一，这个粘得很紧、哎、有点紧，他不想下来。好，来看一下啊，新歌的歌词应该是多少被戳到了吧，我觉得。对、嗯、哎，那你在拿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听到的最戳你耳朵的是哪一首哪一句歌词？嗯，我最喜欢的是好多句哦，好多句，每一句结果朗诵了一遍歌词。嗯、就是你认得我吗？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等、哦、到我就是我对着他说话，就哎，可能是十岁前的自己、嗯、就然后就说哎，你认得我吗？我现在没有让你失望吧。然后那一句话又回到问自己，就多远多疯多痛都值得，对吗？哎呀怎么办，现在又被戳到了，现在又被戳到。哎，这样的我真的可以推荐你去看一个短片，有一个获奖的短片，他讲的是有一个年轻人在十八岁的时候给自己录了一个采访、嗯，就让他十八岁就录一些采访问题，等、嗯、到他八十几岁的时候，他又录了一个采访去回答这些问题。哦，哇，我觉得你看到应该会哭吧？哎哦、天哪，这么多年以前的事情，对，然后真的是那种老相机，然后出来的效果。哎，你看他关注的这个焦点，我觉得很对，就还放得出来吗？嗯、放得出来、哎，真的有这个短片，你们没看过吗？就隔了五十几年，但是就放出来了。然后那个短片当时也是引起很多讨论的。是的，因为可能也说出大家的心声。嗯、那这次也是再次跟唐天老师合作嘛，所以想问问啊、哦，就是唐天把歌词写完了之后，你有改吗？还是说完全就一搞过？有小调整一下，有小调整一下下，最后这个版本应该是最喜欢的了，是，对不对？因为在好多好多同样一句话的氛围，其实可是每个人去说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打个比方叫做我是有长进，跟我叫有长进，其实也是两种不同的氛围，看你喜欢哪一种，也没有 对。
你认真讲的话，我是有长进和我叫有长进确实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对，因为叫是一个名字，是的话就是你本人。对对，嗯嗯嗯，是。好，那这是这一题新歌歌词，相信大家都是有被戳到的。好了，再看一下最后一个高频词汇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好，换个方向思。哦，这个也是。阿多拉是什么意思？对，有很多人在搜的。对，真的，嗯，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的英文名字嘛？嗯，对，我阿多拉是我的英文名字。是。然后 Len 是后面就是我们原本在想专辑的名字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想怎么去设计这个字，然后怎么想好像都没有一个代表的的那个东西。然后我说，那还不如我们就创一个词，就是。把自己名字然后放在然后后面加一个 land 就变成一个我对对有一个自己的那种领地也是精神上的一种大聚在一起的那个乐园嘛、可是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说其实这个还不是最终专辑的名字 不是是那为什么吓到了吧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为所有的什么就专辑介绍里面其实写的都是这个对你知道吗嗯我觉得慢慢大我们接下来要发专辑里面的这些东西其实会一层一层慢慢去解开我们曾经铺下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的期待是那其实我想问一题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专辑的时候嘛有可能就是你会先想好一个概念、然后再出一个整体的专辑那会不会因为就是这个专辑是因为循序渐进的再出所以从开始的第一首歌到现在整个概念在你心目当中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呢我觉得细节上的变化肯定是一直会在变化可是唯一不变的是就是我想给这25年来的自己又或者是这段时间发生自己去表达去就是让大家认识更多面的自己是谁还记得开场的时候他说自己17岁的对今天是个年龄啊戳穿自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对啦对对对好的、那确实就是像长进自己刚刚说的就是他专辑的中心思想其实一直没变这应该就是在第一张片当中想要告诉大家的而且其实 Azura Land 我觉得也就是长进自己心目当中一个 Wonderland对他自己想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心里的一个庇护所对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心里的一个净土吧港湾、对就是一个永远可以回去的地方然后是的然后用音乐这样表达给他们也希望他们可以欢迎他们来到我的乐园我的领土然后一起去听一下分享一些故事是是是是是而且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因为有更多的人读懂了你他了解了你所以这个乐园才会继续存在没错其实这个就是歌手跟歌迷之间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对那既然我们提到了 Azura Land 那今天呢接下来还有一个游戏我们要跟长进来玩一玩哦对的也是通过这个名字来进行发想的对的因为 Azura 而且太难了这个名字念了把你念十遍Azura 这个名字呢就是大家会想到 A 到 Z 嘛就是 A to Z 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 A to Z 大挑战当然我们这个签筒里面呢就是有 A 到 Z 然后大家会抽签抽出来是什么字母然后你就要跟唱跟这个字母有关的歌你可以是拼音或者是英文、都可以、是不是然后我们会我现在有点紧张、而且其实输了之后会有惩罚哦对对 对, 对有惩罚的有惩罚的待会告诉你好不好、半夜吃西瓜没有了半夜吃西瓜这是惩罚好那我们就是有限时的对不对对两分钟对导播给多长时间我们就多长时间停在谁手里谁就是输的那一个就要惩罚那每个人有一次过的机会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在两分钟的时间里我先还是你先我们都可以我们先打个样好了好不好 好那你先来打样好了没问题啊抛砖引玉啊其实先唱核算的来了其实不没关系嘛因为你也不会再抽到那一题好的来对不对来来来来 OK 来 ReadyGo、开始了好来我来抽一个好我抽到了这个是吉应该就是拼音也可以拼音也可以拼出来的哥面前一条万万的河啊过了啊可以拼出来过了是吧对、我过了、OK 来看长进长进第一题是什么 O 开头 O Oh, sometimes I get a good feeling, yeah、你简直在虐待他我觉得你唱的也太好了这才是抛砖引玉你唱的也太好了吧我是 S S 上好了也上海
也伤害。你们好快、哦、你是一个不夜城。我们不快怎么让你输啊？好了，来赶紧扔掉，再下一个。下一个是那个 A 啊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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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可以吗？不可以。A O A O， 但它就是 E 开头的呀。那也行吧。啊、来，我过了。A O A O A O A O， 很好商量，很紧张，感觉马上要停了，你知道吗？是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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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啊，你可以过啊，你可以过。Massage on the floor， 哦、oh! ，Massage on the floor，Massage on the floor。要下一题。A 哈啊啊啊！给我一杯忘情水。耶、yeah! ！天哪，好紧张啊！Y Y 啊 Y 一一闪一闪亮晶晶，好紧张哇！还是多长时间啊 ？K K， 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稳、wow、啊！快快快！哇哇哇哇哇哇！我的天哪！我的天！二十秒 H。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祝有长进，农历生日快乐！这个为什么是 V 啊？为什么又是 V 啊？那你扔掉好了。V V V， 扔掉好了，因为里面还有别的，因为 V 已经唱过，可能刚刚扔进去。天哪，二十秒，啊 ，W，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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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我没有过过，这是 W。对, 对，已经到了时间，所以是在你手上，是我是吧？对，我过了。哇，你这招憋得好厉害，你憋到最后过哎，对吗？你看，就是哎，还好有一次过的权利。是，那怎么办呢？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刚刚的高频词条是什么来着？第一个有长进表情包，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惩罚单元就是有长进表情包。好，哎，你不说有的发给你的表情觉得不好看吗？嗯、对不对？好，那你就做两个好看的，然后那你们大家就用心。就好看了啊，好看的。就是、你认为好看，就大家可以去分享的那一种，对，觉得对不对？因为但其实我们有那个对比的图啦，是吧？嗯、我们可以对比图，可以先让你挑一下，我们有几张，你可以选一下。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为哎，来，我们来看看，让一下，你看到那个哎，长进，你可以过来，长进，你可以先过来一下下，来这边。哦，就这个表情就很骄傲，是。Tom 的这个表情，好了好了，知道啦、嗯。所以接下来你要演绎一下，就是又要帅，然后又要表达这个含义，好不好？对对对，这态度。哎，这样吧，我们可以离镜头近一点。二号机你可以近一点、啊。对，离那个 camera 近一点就好。好了好了，知道了。来来来，你来现在构思好了吗？你大概要表达的是什么样子？你们要一张图片吧，是吧？对对，好好好了好了，知道了，就是你要表达这个含义哦。好了 ，OK。哦，好了好了，知道了，好了好了，知道了。Okay、好，来，还有吗？还想再挑战吗？你要不要就更新一下大家表情包好了？这个就已经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是他们的表情包，什么爱、哦、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爱情没有，什么都没有，是吗？啊哦，钱跟爱情什么都没有。哦 ，OK， 好的，好的。大家现在应该有素材了，赶紧 P 完了之后 at 动感101跟有长进，好不好？是啊、哦，好的。好了，那我们这个游戏的环节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其实长进还是会唱歌 live show 嘛、嗯、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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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接下来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其实也是这张新专辑当中的曲目。嗯嗯，到时见，到时见。然后这首歌也是、也是之前听到了一些故事，然后听到想象到那种不得已的跟身边的人，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也好，就是那种不得已的分离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其实难免其实会有一点他其实说的是生命的一种延续。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抱着希望，大家就抱着一种希望，我们相信的力量，然后相信你、我们以后肯定还会再相见的。对，所以这首歌就叫到时见。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有长进啊。好 ，live 的环节又来喽。好的，有请有长进到世界。到世界，你没明说，但我都懂。这期间我会好好的保重，一旦我忙完关于
们能重逢。到时候你可还记得我脸孔，带我到你住下来的时空。你那么爱我，我要活得让你感动，准备好笑容，最适合你相拥。感觉你从没离开，换个方式存在，就如漂浮的尘埃，就如指引我的舞台。你一定不曾离开，换个方式存在，思念里陪我等待，等你重回我的胸怀。雨中或是人海，请把我认出来。现在讲这个两首 live 都是这种很想哭的，你知道吗？是就那个请把我认出。对，因为其实这首歌它的主题本来就会稍微有一点点沉重。嗯，对，对他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也是生命当中一些让你觉得会有一些遗憾的事情，但确实你无能为力。就那就很像那个 Say something I give in upon you、嗯、有的时候你的那种放弃是没有办法的，可能人生就是会有很多时间点的。对、嗯、所以其实这张唱片我觉得从整个选曲的基调来说的话是非常丰富的，就也会有让大家蹦蹦跳跳的那种歌、嗯、对不对？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粉丝在问啊、哦、说什么时候在 MV 当中可以看到你跳舞啊？你不要藏起来。怎么了怎么现在有地方可以躲怎么怎么这么、哎、你躲起来的全过程也在 live 好不好？对啊，大家都在逼我。嗯，真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段时间都开始在恢复跟学习很多舞蹈上面啊，真的。然后慢一点，我觉得我想等到就是更合适的时间点，然后用舞台上的这种舞蹈跟大家见面。哦，所以会有舞台的准备、哦、是所以会有对不对？会，因为新专辑当中曲目应该还有好几个 track 还没听到嘛，是，对不对、嗯？所以接下来应该是还会有一些就可以动起来的歌，对，可能又或者是大家没有想过的那种曲风啊、嗯哦，没想过、哦，没想过，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想过的呢？没有，就是大家没有想过有长进会唱的这样子，哦、真的，嗯，比如二人转。哦Younger 也不一定，就可能动起来的那一种吧。对，就是还是让大家有开心的一个部分。嗯、当然、嗯对对对，这张唱片当中也有一些深刻的、值得你在深夜的时候自己去听听的元素，对不对、嗯？就比如说最近这首歌，其实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就是你会可以在深夜一个人的时候去安安静静想一想的歌，嗯、对不对？而且我很自恋，那时候就是刚录完然后、嗯、还没有那种感觉、嗯、就成品混出来过后我在家里听那个在看最后的 Missing 的那个版本、嗯、我就关上灯然后用那个电脑那个音响听我就哇你这段又会变成表情包是不是太好了然后就特别喜欢、嗯、然后也很感动我、哦、所以我才会真的恨不得让所有人听到不是希望自己的歌有多弱我就觉得大家没听到会后悔的、嗯、对的真的、嗯、确实很多听到的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故事、嗯、所以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是的其实我们今天有在微博上面征集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些感受和一些自己的故事对的然后我们还会有礼物送给大家、哎、就是说被我们选中的好朋友的话会可以得到长进的签名照 yeah嗯、是的啊，那我们先来分享故事对吗没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听完了长进的这首新歌之后就是歌迷朋友他们的自己的一些故事也想跟你来分享一下、嗯、长进可以来听听看、嗯、好不好嗯，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咯嗯，就是你可以听听我们摘选的一些对的好嗯，就比如说这个叫做田鱼他说现在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但似乎最近有点迷茫毕业以后的规划、啊、觉得自己在大学里也不够优秀、嗯、可能渐渐忘了那种初心不过最后的两年继续努力吧探索出一条真正自己热爱的道路成为想成为的大人嗯，他跟你可能不太一样你是觉得你长大之后变得比自己之前预想的还要好、嗯、还要优秀、嗯、但他可能觉得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他还不是最满意的
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嘛，就是比如初中高中会有一个既定的目标，爸妈说哎，你考这个初中，哎，你考这个高中，你考这个大学，但真的到了大学以后，真的要决定自己未来人生方向的时候，会有点不知所措，对，会有点这种感觉。可能在那个习惯性就别人已经帮你设定好的那个方向，然后当你有一天就脱掉这些框框的时候，当你自己要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难免会有那个慌。可是呢，我想说的就是，我想跟这位网友说的是，田鱼，我想你一定要有自信，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优秀，然后呢你要勇敢，然后坚持自己要，我希望你啦，就坚持自己的初衷，然后千万真的不要不要去改变，因为我觉得好，不管是金钱也好还是很多条件也好，都没有坚持来的可贵。我觉得坚持是因为最可以锻炼你，去试探你到底对这件事情有多喜欢。你坚持的越久，代表这件东西越重要。对，是，我觉得其实哎，这说的有点远，因为确实我最近看了很多那种什么人类发展史啊，什么火星的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就是要体会这些五味杂陈都有，对，我们想体会的事情吗？所以千万不要按照别人所谓的那种活法活，一定要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东西。你今天哪怕就是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想吃一个大餐，然后我就想睡一天，就去做吧。就是做你当下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好，那你还是决定明天中秋节不吃月饼吗？不是，我现在当下，因为他有更重要的目标。这个还是他的坚持，对不对？对，因为他现在想坚持的就是说，我现在一定要就是把 keep 住一些事情，是，对不对？赏月还是可以的嘛，对不对？那就是汪凯哥哥代替你吃，然后我告诉你有多好吃。肉长在我身上，所以你放心，吃播给你看。哎，那我们再分享后面最后一条了，好不好？他那个情况呢，可能跟这位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他现在应该已经成家了啊。这位 ID 叫做执念丫丫，他说呢，我好像有一半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大人。在未毕业之前呢，我把每一次的冲动疯狂都做了。以前的信念呢，是有想法就去做，管他对不对呢，不做以后肯定会后悔，我都做到了。成家之后呢，虽然有些事情无法再疯狂，直到遇到你，一直最想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人去享受你的现场。他之前还用了一个字词引号啊，抛家弃子什么之类的，一个人享受你的现场啊。是，对，他说，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机会去到你的现场，在等你去广东。广东的朋友，我觉得肯定会有机会的。然后也不用抛家弃子，可以一起携家带口，可以一起来啊。就可能暂时想感受一下，因为他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家了嘛，所以想感受一下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这是很正常啦，其实。对，因为每个人不管是哪个时间段都会有需要自己独处的时间，因为我觉得也是自己独处的时间可以去审视很多事情，然后去复盘自己的人生，然后怎么去规划未来的人生。是的，因为长进其实自己应该也有跟学会跟自己相处的这个过程，对不对？是，对，半夜的时候可能刷手机也是一个过程。 对，所以这就是大家在听完有长进这首歌之后的一些故事和感悟。其实我觉得可能你在这个时间点，哪怕你已经成家了，好像在别人眼里你应该是个大人了，但是你永远要记得，就是你永远是那个你回头看看还是小孩的自己。就现在可能30岁，你50岁的时候再来看看，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也是可以的，任何的时间点都是可以回到和回望的。是的，所以这首歌不管你在哪个年龄阶段来听的话，可能都会有些不一样的感受。我想长进其实在未来，这是第一张唱片嘛，你发了2专、3专、4专的时候再回来听的时候，可能感受又会不一样。那是肯定不一样，对不对？对，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很快要结束。对，当然呢，我们还是会来继续看一下大家啊，在这个各个平台各个端口给我们的一些留言。大部分的朋友都在说让你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真的，我们现在这弹幕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地图已经都有了，什么河南河北啦，辽宁啦，四川啦，重庆啦。是的，赶紧来，赶紧来，渝东渝南啊，请你来啊。西
西安呐、啊，西安呐、啊，西安、广州啊，是的、嗯。对，所以接下来如果新专辑要发的话，应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宣传计划，会去各地跟大家见面咯，是，对不对？会，因为还是想让大家听听更多现场的魅力。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真的感受，其实在电台唱 live 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但你真的唱得很好，你知道吗？对，太好听了。因为你知道，我刚刚是中途的时候突然之间戴上耳机，我想说，哎，是不是我点错了？是不是点的是那个 CD 呀、啊？嗯。怎么真的、啊？你是不是觉得这主持人这一趴是太假了？真是，但是没有真 的, 真的，他刚是这个样子。我刚刚是真的在找、嗯，因为我这上面其实是有 CD 的版本。哎，你是不是觉得哎，有蒋劲假唱蛮真的哦？那哎，完了，播错了。没有，真的是现场，因为刚才提前录好。就关键是刚才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可能就是可能前两句没出声，那个麦可能没有出声，但是大家反而知道就是 live、嗯。没错，真的是的、嗯。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动感101的微博，我们再稍待一会儿也会在上面抽。抽取一些朋友可以拿到有奖金的这个签名照。是的，我们动感101过一段时间会寄给大家、因为为什么要过一段时间？因为明天大家放假了。是的，所以蒋劲接下来也是会有假期的安排吗？主要还是因为假期过后马上就是有一些活动了，所以还是会跟乐队还是以之类的跟他哦、哎、乐队又是不一样的 life 的感觉了，是的、非常好，带乐队一起去演出、对不对？对，然后就是做更多就是当下不后悔的事情，对，疯狂的去做、对，先做再说，对不 对, 对，好，当然今天啊、来当 DJ 也是请你来 do it，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也是要介绍给大家的，对的，也算是新歌啊、梁文音在今年推出的作品叫你存在啊介绍一下吧。我不懂，我大可能如果时常 follow 的人应该知道我还蛮喜欢梁文音的。哦，是的，因为从他在星光大道比赛的时候你就有关注，我就关注了他、然后但因为这两年他其实发片的计划也慢慢的就是稍微没有之前那么密集了、对不对？作为小歌迷的话会难受吗？那当然会，比觉得当然是希望他可以多唱歌，因为真的还蛮喜欢他唱歌。你的歌迷也是这样想的。对啊，你最好巴不得一个礼拜每天发歌这种。是是是，那这样推荐一下你特别喜欢的梁文音的歌吧。这首歌就是也是今年发的，叫做你存在、然后我觉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特别，不管是对人吧还是对身边的一些陪伴你的可能是娃娃、或者是那种宠物、或者是身边的人、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他出现那一刻，我觉得他这首歌其实 就有这种让我这种感觉，就是突然，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发生一些事情的话、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确实那个东西是很难去消化掉，是，所以是一种陪伴的力量，我觉得陪伴很重要。 对, 对、还好你在，对 啊, 啊，还好你在，因为你的歌其实也一直陪伴大家、我想里面一首歌就是你存在我每个崩塌的时刻里。 你也存在啊，你的歌都在，是，就是陪着大家。所以我一直以来大家都会问我，哎，有蒋劲的到底想做什么样风格的一个歌手、其实没有，因为像我以前喜欢听的歌就是比较偏那种可以带给我力量，像 Coldplay、然后最近我特别一直喜欢听叫一首歌叫 Fix You、为什么？是因为刚好网上有传就是有一个自闭症的儿童、在他们演唱会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落泪，因为这首歌真实的还那个乐队还有整个氛围出来的时候很容易让你就是感觉就是在治愈你的心情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喜欢的歌是这样子，所以我也希望用我可能不太一样的那种音乐风格然后去治愈大家在每个时间段需要我的时候。对，就像有蒋劲大人档案里写的，觉得长大的标志就是去保护别人，他可以拿自己的音乐就当做保护大家的一个翅膀也好，怀抱也好，去质疑大家。是的，确实可能在孤单无助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要跟谁倾诉、那这个时候听歌其实它是一种渠道。就是说如果我自己的情绪哎突然被这个歌手说中了，那其实是一种有共鸣的感受，对不对？然后觉得哎他懂我，哎他懂我，是仿佛就是唱给我本人听的。你不要怀疑，就是好吧。对对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体会一下这个有蒋劲在听梁文音的歌的时候那种心情，然后带着这种心情再去听有蒋劲的歌吧。是的，今天谢谢蒋劲做客。还有很多人，最后一个问题，未来会有新专辑的签售实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容。哦，点头了，所以是有的，对不对？
一个眼神体会一下啊，懂了懂了。所以刚才说到的广东啊，然后川渝地区的朋友啊，河南河北啊，大家可以啊，是的，稍微的期盼一下好了，期待一下。那也要祝长进中秋佳节快乐，再说一下农历生日快乐，十七岁生日快乐，大家快乐，大家快乐，祝大家快乐。是的，好了，那谢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存在的。